我讲什么好笑的他都不笑，杨迪只要一说话他就哈哈哈特别开心，就是那种打起来的开心，谁受得了，谁受得了，不谁受得了，给我回馈，你说谁受得了，受不了是吧，受不了。什么吐槽大会是吗？没有没有。莫尘当时是怎么，为啥一直不笑，是想着说那个因为谈恋爱要保持一个比较端庄的形象还是怎么样？就是不好笑，就是不好笑，就是不好笑。别